阿纳卡米佛教公园，预计将在 Kruger Sri Vichai 时期建造。在1947年建造通往 Doi Sutep 的道路时，它可能是一个寺庙，是创建路径的休息点。在阿昌克集合中被归类为寺庙，有四个寺庙，目前只有两座寺庙，是丹寺或 Srisol 的寺庙和眼睛寺庙。或 Wat Pana Doi Sutep 另外两座寺庙只是预测，包括 Palat Temple 指 Sokakami 寺和废弃的废墟在森林火灾控制站，哪个仍然只是原始的基地，是 Anakami 寺。其中有一个论点，在 Palat 寺和 Krapkum 站之间，森林火灾太近了，这可能是 Sakisaki 寺以及 Palat 寺。另一个是 Mount Fire Sun， 还有一个古老的寺庙遗址，天文台对面，看起来更适合作为 Anakami 寺庙。后来，当清迈有一个森林火灾控制站时，在2555年在同一建筑物基地设立了办公室，建造了 Wajram Poem Sotaram Anakami 佛教公园，通过一栋办公楼并在原始建筑物上建造了一座寺庙。此外还建造了各种